那么上车吧，走，各位小哥哥小姐姐们。今天是张代驾为大家代驾啊。哇，哎呦，可以啊，这个皮卡哦很宽敞。这皮卡怎么打火呀、啊？这个。我们要去哪？不对啊，这样。我们要去哪里啊？我们要去哪里啊？鲨鱼唐村。鲨鱼唐村。哇。鲨鱼唐。名字很霸气。鲨鱼唐村。鲨鱼唐。这个车很宽敞。准备出发，全程9公里，大约需要16分钟，40米后。放在哪里呢？放到我手上。哎，这样怎么样？会影响吗？哇，这个完全跟我们开车的那个感觉不一样哈。高德地图持续为您导航。热吗？先把空调什么搞清楚啊。空调 OK 吗？现在？我 OK。哇，这个还是手控的，挺好。哇，哎，最大了。那走了啊。走。我先看一下这怎么开啊。开惯了拖拉机。没有。嗯。为什么不走啊？好、啊，抓好扶手啊！照顾好老人和小孩啊！安全乘车，谢谢。哪里出去？嗯，这边掉头出去。啊，对。哎，你们系安全带了哈。嗯，系。我也系了。哇，这是什么羊哎？哇，东山羊。对，东山羊。喂，小羊啊，你这么不注意安全啊？他们在这掉头哎。哇。对。他们自己怎么知道掉头啊？海南石路吧。海南是有东山羊，对。好厉害啊！好像是，应该我没记错的话，东山羊。嗯，有西山羊吗？不知道哎，反正东山羊是我好像之前来，他们说也是当地就是比较有名的。哦，好厉害，自己知道掉头哎。嗯，而且你看是个领头羊。领头羊。嗯，是的，海南东山羊是吧？是什么？单指万宁东山羊。万宁是特产，对，吃的。哇哦，是的。哦，这个羊它是以吃的闻名的，是吧？对，主要是吃这里的羊，肉质。这是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。哦，太残忍了，为什么要吃羊呢？黑色的。黑色的羊。嗯。东山羊。听说这次去那个可以去游泳。100米后，在道路尽头左转，所有车道均可左转。海岸边就可以随便游吗？但是你不知道深浅。哦。那肯定还是会有一个规定区域吧？那就是。哦、嗯。入口处有违法拍照。我还没被那个水母蛰过呢。嗯。为什么要被水母蛰？不是，他们不是很多人去海里游泳都会被水母蛰吗？真的吗？所有车道均可左转，是吧？我记得好像即将在道路尽头左转，就跟我说，700米后向右前方行驶。哦，6公里，6.7公里就到了。6.7公里就到了，嗯，是什么概念？就是14分钟。14分钟的概念。今天还会下雨吗？看着这个样子应该是会。向右前方进入右转专用道，请走最右侧车道。不会，我们一来就一直下雨。向右前方进入。还是希望阳光明媚一点吧。对，来到了海南。对。请走最右侧车道。请走最右侧车道。
转。小哥吗？在导航。不用打了，那前面那个啥就差不多了。妹妹放吧，妹妹放吧。妹妹看妹妹喜欢听什么歌？不要这样，你们来点一首吧，放去。我要听妹妹的歌。听一下妹妹的歌单。我的歌单是吗？对，你的歌单。你可以单曲循环一首歌。可以啊。可以无限循环，就九分钟，反正没有没有了，它只有四分钟，听一下就收回去了。左转。哥，你是什么时候学的开车啊？很早以前就学的开车，在国外。哦。前方前道路继续行驶。那你一直都会？那你平常有开吗？开的不多。这没蓝牙吗？这个连一下蓝牙呀，它这个会跳起来。有吧？这个蓝牙的名称叫长城炮。我的蓝牙叫什么？这个叫长城炮。我来看看啊。哎，我们一起坐的这车有妹妹的音乐啊，这个条街道，吼吼。长城炮。嗯，有吗？真的有吗？对。配对啊。好了。哪个？这个是调音响的吧？对。妹妹，你放了吗？你点一下。放不了，哎，放了。放了吗？放不了。没，放了。并没有反应，是不是？到底放不放？放不放？我也开始激动了，所以看这个吧。来喽。打开芒果 TV， 搜向往限定套装，一键获取向往官方周边及芒果 TV 会员。很惬意啊，心情就很舒服。哇，我们要去的地方真的在海边上啊。目前看来不像有海的。我在地图上看。对，应该就是。别说这车坐的挺舒服的。我觉得不管是开车也好，坐车也好，还是度过时光也好，要看周围的人是啥。上午好。I'm still working on it. Oh yeah. 哎呦。You like it? Cool. 还有一个。
刚那个地方好像有点不好走，慢行，特别慢行。知道，就跟这条道。这边应该是。前方到达目的地。到了。到哪里？前方，对，就跟这个走。到达鲨鱼塘村附近，目的地在您左侧。本次导航结束。本次导航结束。快到了，应该是在前面吧？我看到海了呀！哇！哎呦！哎呦！真美！天啊！哎呦！好神奇啊，这个地方！哎呦！当当当当当，我踏上风火轮。在街道飘青春，合影的分寸，呜啊，计算的都很精准，得飘得飘得一个飘，哈哈哈！哇，看到海以后，大家的心情就是不一样。对。哦，哇，是我们蘑菇屋住哪里？那我先把车停在一个地方。对。车停在哪里呢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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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真的很美啊！很美，对，非常漂亮。又下雨了吗？可以了吧？